我才进来整理一下里面，准备直播，我就觉得好热哦。我每次都在很奇怪的时间做这些事，好热，好热，好热。我每次都这样。嗨嗨，嗨嗨，大家。我要放什么好呢？放什么？モトカレです。没有用过，没有，这个不是
专业过筛。Siento conmigo, la cadena que me dio, mi chica una chica, a poder una vida. ¿Qué tanto más hace en el canto? Yeah. 我们设备升级了，我们设备升级了。没有这么小了。強くなる約束が色に変わる前に今日のその悲しみは浮いてゆく。ほんの少しだけ遠回りもいいよね。明日に行くこと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ダ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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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ダ。好，你可以开，完全拍不到。谢谢你，哇，好多哦。阿里嘎多，要不然你们切一些拿回去给你们吧。有芒果了，够棒啊、哦！我请妈咪，妈咪 eat。对，这是 coolie eat， 这次是妈咪，妈咪，嗯，怎么样？外送食。外送食材，艾米卡，居然有芒果哎！米多米多希卡伊，塞尼纳德鲁，就这样的 miss you， 苏拉乌米鲁，有鬼的有你的温柔吗？大家有看过那个小胆囊雀前辈那个毕业控的那个 Green Flash 吗？那个真的好经典，然后找不到有任何一角可以把它打开来。芒果好吃，对啊，芒果好吃，我好喜欢吃芒果，知道吃芒果真的，三个月最。对啊，今天不是小公主，今天是下厨房里里，真的很奇怪，我明明擅长的就不是甜点，然后每次都在那边做甜点。哎呀呀呀！流れるのは心消毒してるんだ。強くなる。してしまおう。这么小的洞是要开到，是要开到。是要看明天早上吗？呜呜呜呜呜！好危险，好危险！哦，好热哦！烧肉白饭蛋糕，对啊。但我后来我就想说，到底要不要？然后我后来还是做甜点。我们本来想说要不要做大阪烧，因为大阪烧也是圆形。我想了好多个啊！我那是不适合做甜品的料，就是这么粗心。哇！科技的进步啊！你们看，我之前还在那边手动过筛，这个只要按一按就有了。科技的进步啊！啊、后之前还在那边慢慢刮。他怎么卡住了？哦，没有卡。科技的进步啊！哦，有点酸。会手酸。甜点小能手，科技有大幅成长。没有，那个如果变甜点小能手，就纯粹是
纯粹是科技的进步，不是李弟弟的进步。哦，刚刚真的卡住了。好疗愈哦。起来会很重，所以我就塞一塞再给他穿了。科技的进步啊，并不是李丽丽进步了，是科技进步了。哦，好疗愈哦，怎么那么疗愈嘞？要玩什么好玩？我们今天要做松饼。卡在旁边。啊，很好玩哦！这比那个过筛慢慢过好玩多了。切啊，我在旁边切。拿牛奶走出厨房，对，拿牛奶要走出厨房，因为我们的在我们厨房没有冰箱，而且这是妈咪刚刚买的，她特地去帮我买的，而且蛋就是刚好就剩那一颗。哎，她说要先把牛奶跟蛋先混合，然后再加，欸，算了。我这个人就是非常随性。对啊，走来走去啊，我们会一次拿好。每个蛋能做多大，我不知道欸。既然没有蛋，我们就用两杯吧。请誉我为炸厨房小八。我真的是为了做这些东西，我们家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哎，对啊，我还没看这个要怎么做哎。约松饼模约两三公分，这有两三公分吗？应该有。
然后要下奶油，最后改小火再放上，改成最小火哦，先中火预热下奶油，然后改成最小火再放上。盖子的气密性要好，所以要盖子。平底锅膨胀下煮，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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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过一阵再放负五分分，环保风险很大，有点麻烦，怎么办？好像有点可怕哎。眩しくていつめ始めたら真っ白な T シャツに今すぐ着替えて君を誘いたい。怎么那么麻烦啊？但是我们就做一般的就好了。大家好，它的蛋要打发耶，不是啊，它的蛋要打成那个湿性发泡，就是拉起来有小勾勾啊。我又没有电动，哎，不对，我买了一个电动小的啊，可是那个只有一点点，那个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那是我在大创买的。哦，对啊，我直播才看说明。不是，但我知道很难，但我不知道它这么麻烦。哎，蛋只有一颗啊，你要帮我切哦，这么好啊。要打发，对啊，要打发。可是我已经把唯一的蛋打进来了。那、啊、算了啦，我们就做做看吧。没有啊，因为他的食谱上面说这样子做啊，然后我想说他应该差不多啊。蛋黄蛋白为什么要分开？不是，我为什么要分开？他上面没有说要分开啊，他上面没有说分开，他上面没有说要分开，他上面没有说啊。他就有说整颗下去啊，不用啊，不用啦，我做了，我这个方式做了这么多次都没事。而且也没有，不用，我这个方式做了这么多次，我都吃了这么多次，没事，我这个方式做很多次，可以啦，顶多做出来不能吃而已啊。这个吗？那个，那个，到底是哪一个？这个，要给你点位置，是不是？好，好好。感觉一下，我要看一下大概到哪里。其实你基本上不太会拍到，是吗？小心哦。小心哦！还给你我的可爱糖糖，给你可爱糖糖。嘿，对啊，我们要改成做传统松饼，就是一片的铜锣烧的那种。对啊，丢出去没关系啊，等下再剪就好了。没关系，你们就看着我的表情，你们应该会很开心的。
每次炸厨房累的都是猫咪。下一步等下再让它煮就好了。对啊，最后叠起来。对，我就不信我这煎了这么多次还可以翻车。我在翻车，我就不会做甜点。用奶油画个图，而我只有那种罐装挤出来的鲜奶油。咖喱蜜桃开心，谢谢。日日优越，这就是临危不乱，改菜单一人厨房。对啊，我没有什么跟想象的不一样，就改菜单。反正我跟你们说，我上次做的那个水果三明治，我们原本的菜单是水果三明治，但做出来也不是水果三明治啊，所以我们就一切就随缘就好了。对，你觉得哪样比较可爱啊？要不然你就切圆圆的切片吗？好，那圆圆的切片。薄一点好，不要太厚。指は私だ泣きさを今思い出すんだ。哦，应该差不多。啊，不然你刚刚那厚的是多厚？很厚的那种。飞天小女警。李莉莉的制作过程，会唱歌，会跳舞，再加一点可爱，锵，手滑放太多。大家还记得这个梗图吗？这大概是几年前很流行的梗，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记得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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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刚想吃就是。我喜欢内场，我喜欢煮饭，我不喜，我不会应对。再热一点，蛋很好吃。热一点，天气热一点，因为这是刚出的。咸料怎么用这么快？没有，客人会说奇怪，为什么每一餐都是白饭？他那个没有白饭是第几集啊？他不是说没有白饭吗？哦，我的餐厅不会发生没有白饭这件事。哪一个平底锅有盖子啊？哪一个平底锅有盖子？就那个，反正啊，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他用这个会不会洗，反正你就不要试一个先，因为他这好像是要什么？还是可以用那个啊，他可以用气炸锅吗？还是我们试一个看看？确定哦？他不知道怎么切，我要看你，我不知道看你，你觉得怎样比较好？还是要切片？谢谢不用补到兔的会员票。啊，气炸锅感觉可以啊。没有的人话是那是对折的铝箔纸。哦，使用铝箔纸要抹点油才不会粘黏。谢谢，很舒服，救救你哦。不放弃了，但我还是想试试看。反正我有很多那个，我有很多那个松饼，松饼糊应该可以吧？哦，很漂亮哎、欸！要不要改行开水果店？嗯，有实验精神，当然。那好啊，我去拿气炸锅，我来试试看。气炸锅会变鸡蛋糕。
没关系，我们就秉持着实验精神。谢谢数学课本，啾啾你哦，哈。要啊，我要，我喜欢，我喜欢那个香蕉弄咸也很好吃。我香蕉现在切，我没给你。哦，香蕉还是我家香蕉自己切。我就切圆的。知道什么意思？好像感觉肉出来。会吗？其实我想要做。因为我想要做厚松饼干。哦，好哦。会露出来啊。你看，你没有煮啊。不然加入我们的东西。哇，你就试试看。啊，感觉好像会出事哎，还是这样嘞？这样你就过桥了。我怎么这么难？还是我们就平底锅解决就好了。那怎么办？那怎样他才会？以你多年的料理经验，应该要怎样它才会是完整的？但我会做甜点。我也是不会做甜点。会做甜点的刚拔智齿，我来讲。对。啊。让我们试一个，看看会出事。啊。还是我应该那个这个纸，然后里面再弄一折一层，然后底下就有纸。是啊，啊，应该要怎么做啊？会，我们做任何事都要有一。都要勇于尝试的。我只觉得这个等一下会出事情。不行，我们做人要有实验精神。我们做人啊，要有实验精神。可以，是这次没有什么不行的。我们上次都让大家笑过了，那个这没有什么好不能被笑的。忙开来了。
有吗？没有吧？好像没有，我记得没有，没有吧？你放哪？这个吗？这边吗？这边。哦，我记得我上次收的时候没有。有可能哦，有那个啦，那个玉米的那个。爆米花的那个，好，没关系，没关系，我自己自生自灭 ，OK 的。没关系啊，我们想办法让它平啊。你要在外面这样默默看着我炸厨房吗？等到这个成功了，这就是林弟弟的独门秘方。等哪天我会，这就是我独门秘方。看来堪用啊，堪用堪用，独门秘方，谢谢。那这波子在做什么？我是觉得可以先下了，我是觉得可以给一点尊重，他还是会成功的。林尊，谢谢。好，我们现在来倒，他说要倒多少？八分满吗？我们来试试看。先三分哦，145分钟。今天是做什么？炸厨房。那我一直觉得今天的面糊比较稠，跟之前比。期待吗？我不能靠的。啊？什么蛋子啊？不会吧？它只有那一颗啊。16分钟。哦，哎，好像是哎，你都没有跟我。我没有要放，我是要摆盘，摆旁边，摆盘边是什么？我要做两个这个啊，然后叠在一起。好。哎呦呦呦！啊，多少啊？100度5分钟。哎，3分钟都可以泡热水看一下。我等一下继续就完蛋。啊，就不用烘焙纸了。你还是初级的啦，不然怕等一下流下去。好好笑。160吗？哎，他上面写160，好，那你就160考考看。啊，这我就是气炸锅的问题。5分钟吗？错了，不是食物问题，也不是我问题，是气炸锅的问题。啊，说我流泪。好笑，不
不是我的问题，是气炸锅的问题。好笑。我这边刚刚做下一个那个。好好笑啊！我等一下甩锅了，绝对不会是我的问题。气炸锅我承担的太多了。气炸锅今天没有蛋糕，吹蛋糕就是你的锅。平底锅板没有没有，我们就气炸锅板就好了。我不想这么多实验性质。尊重，不给尊重，不给尊重。好笑。丽妈声音好淡定，对啊，我每次在炸厨房，她就是最淡定的那个。谢谢，欢迎战士追风房车。有吗？有吗？有吗？有有吗？哦，你刚刚开始是不是？没有，一分钟。哦，刚一分钟，啊，长怎样？哦，还是面糊一样。嗯，我下次罢工。不仅气炸锅还承包了我们家很多炸物，他不可以罢工，他如果罢工我们就GG了。自己打开的，明明就他自己推了一下。没有啊，就两个一样，他才可以叠起来啊。啊，他就这么强啊！他就基本强度折三次，然后最强就做这样啊。你懂吗？那个意思。哦。我把它加满，你好像前面只要定型，我不知道是拿哪里，直接加是吗？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啊，哎呦，应该还是一起，你其实可以走近啊，没关系，因为拍不到你，应该差不多了吧。好笑喔、哦、为什么每次炸厨房妈咪都一定会参与，因为炸是她的厨房，因为炸的是妈咪的厨房。妈咪手作不是妈咪手作，是我手作，我做，虽然妈咪帮了大部分。
哎，你们觉得今天，你们觉得今天抽的文如何？你觉得今天 PO 的文如何？我现在还有很多好看的照片想跟你们分享，还有上次野餐的照片，但我还没有排好版，所以你们还要再等一阵子。好看，谢谢，谢谢大家。手机都不更新了，扎克，你是不是特别爱我啊？你是不是特别爱我？我是不是你的三个推我最爱？怎么了？他喝水。我的，是我的。满意发一张，当然啦、啊，就是满意才会发、啊。现在不满意的照片不会发。那你可以拍我吗？把车拍，把你把车拍我看，怎么唱？把车拍我看看的照片送我好吗？是吗？把车拍我看，两次是王菲的。但那一句是什么？把头发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解开超载的心啊，等下一个天亮，把头发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对了对了对了，对，我知道上这一句而已。用起伏的回忆解开超载的心，有些事情是该说的，懂得人听。谢谢患难室的海豚的守护。什么一个？太多了吧，可能不能弄那么满，怎么办啊？那个底下会不会弄到，会不会沾到？还有盘子吗？再烤一下吧，我觉得把旁边刮掉，然后再烤一下。没事，就等它烤完再一起刮。啊，这样不会那个吗？我怕它会爆更多。不会。没有太多了，那个。好，你现在弄，你刚弄多久了？5分钟。啊。好像我这样炸厨房就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也是我们抓一个人来炸厨房。太高好像不是耶，是太多，然后它因为体积膨胀，所以就爆出来。这样就不是我的锅了，这样就是一起的锅了。是你倒的。气炸锅。气炸锅的锅，气炸锅都不是我们的锅，我们怎么会有出包呢？都是气炸锅啦。千错万错。炸锅的错。都不是我们的错。对啊，那我下个，这里不是可爱旁边，是我拿大一点的，没有，那我觉得这应该就够了，因为它没有很大一个，要放吗？嗯，还是这个你要放弃？不要放弃，那个边修一修应该就可以用了，这样。看你的笑容，我觉得很哑巴哦。我
在我要去买家里。没有，这不是气炸锅，你这是使用者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不烤箱弄一弄就好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什么所谓的实验家精神。有什么看留言跟笑得很开心？我也很好奇最后到底会长怎样，好笑。失败就回不去了。好啊，那先这样，那先这样，还是再一分，再。
三十秒还是没有？你斟酌一下。那我看两分钟还没到。哦，是哦，那你把两分钟用完。还有一分钟。那个你能的那样的。对，池塘池，惯用池塘池。何気ない毎日を君色に染めておくれよ。这首不是你的怕你会唱吗？还是我练？就是大家稍微有记一下。待在那その傷拭うし精一杯のぬくもりをあげる愛ないの忘れられない猫になってでも現れてほしいいずれ君がファンド現れて僕はまだ幸せで膨胀到一定的程度会开始唱，真的假的？摇鲜奶油哦，我鲜奶油是那直接一罐弄好，就是哎，那个还可以用吗？对，我忘记想这个问题。那一罐，要不要看一下？我要鲜奶应该还好。好了。可以啦，我觉得这蛮漂亮的。哦，我换一个。我，对，你要放哪里？这里啊，先放这里。你两个人放。然后换这个。然后这里应该是刚刚三分钟，然后再加那个，好，再加第二层。163。还蛮可爱的啊，意外的。可是我有那个，我原本没有想要用鲜奶油，我原本是想要用蜂糖，我是想要一罐蜂糖，所以我应该只要用蜂糖吧，蜂糖跟那个奶油啊，放一块奶油在上面，你懂吗？那个有啊，你的那个是煮饭的那个奶油，好啊。不然的话会有粒粒经典。嗯，感觉蛮香的啊。这个就是我的晚餐嘞。我把它撕开来了，你要见证吗？没关系，我好像可以拍一下。谢谢中影的爱心小蛋糕，我们来拍一下。虽然它这样看起来有点丑，但我们就是纯粹记录一下而已。我现在有觉得有就是 iPad 辅助直播真是一件超方便的事情，我都不用再找一只手机。我看看。啊，不用这么麻烦，真的不用这么，那个有点太多了，那个 too much 了。我是要抽什么？我的三线出发。啊，可是它侧面不好看。一定啊，因为用的好。它没有很平整。因为我直播间。还是我可以等一下这样粘这一颗再下去烤一下，就是让它。反过来。严肃。哦，好像可以。真的像蛋糕一样。我觉得这边还要再一下，因为它没有很熟，不知道可以直接拔下来的那个，它应该还要再一下才比较好拔，要现在粘在上面。是，我就想要硬硬的那种口感。粘在锡箔纸上。
有了吗？有颜色吗？你没有按哦。哦。因为我妈很喜欢他。
应该是拿一下那个，拿白板。这个就好了，不要打广告。我们用这个就好了，我们直接这样子，然后插一根蜡烛。我们这样插一根蜡烛。放成蛋糕，僕が死のうと思う。
谢谢 Oh my god， 救救你哦！可以卖180，双层水果蛋糕，太特别。对啊，现成家，现成的家，那个，对啊。我有没有腐烂？怎么了？还行啦，还可以啦，还可以啦。要不要再一下？怎样？再一下。再一下，不要吗？感觉很硬，现在就很硬。好吧，那给我吧。很烫吗？可以。啊，这个要，这个要，这个烤。对，然后我们拿那个纸，不用吗？不用。那等下反面呢？啊，不知道跑后面。对啊。带反面吗？还是？对啊。好好好好。请接受你们推常常。不按牌理出牌。这样生活才有乐趣。练就一身铁砂掌，妈咪居然刚可以直接拿起那个，真的是，好咧，惊吓太多，然后家中是有啊，有那个，有那个，那个水果哦，咸的做成咸的乐趣，那个没有办法，那个会变成不能吃。气炸锅就不会站在那张地上，修边就变边，碟子蛋糕是杯子蛋糕。嗨呀，米索。防护手套，他的手就是防护手套。嗨嗨，阿奇。哎呦，好很多哎，我觉得。好像可以，很硬哦。那就不要了，换另一个。这里了。Thank you。这个要好。要啊，哎，真的好硬哦。可以啦，可以。那你这个要好。好啊，好。一样。一样一样。上次好上色啊。哦。用芒果就是高级蛋糕。身高残缺，谢谢喽。
没有副歌了。哈哈九 M， 好久不见。连薯条、连蛋糕、连串馒头，以前比较常吃，现在还好，长大还好。没关系，妈咪刚买了一大包蛋黄饭。可以换一下，爱心小蛋糕。你今天还有买什么饮料吗？没有。哎呀，我的水呢？爸爸拿走。什么？贱人的贱人。要听这个故事哦，现在两大谐音梗就是。特别不一样。哇，圆的吗？圆的。这个长相我知道怎么摆呀。我先把它的上面那一边修掉。好像你要切了，那我再拿一支看看。它怎样切饼？太好烫。第一个比较成功哎，第二个我挺常见。我们第二个当题哦，你把上面那个切饼。切饼。对，为什么第二个当这样？对，好看多了。盖子吃掉。盖子在吃。盖子在吃。决定一下，好了，那你把这个盖子切掉吧。
是啊，这盖子烤得很漂亮。应该可以烤掉。好像可以。我要干嘛？哦，再帮我切一块奶油吗？哦，好啊。买同时去。投石问路，对啊，中间要夹薯片。那你觉得这个这边要不要再一道啊？反正感觉好好黑里哦。这边这边这边，キラキラ容赦ない太陽が。On the beach, ね、温度は急上昇。落ち着かないのは真夏のサンタの二人。見返えばなぜか、そらすのに僕を。君ね、もしかしてもしかして、来月の僕は一人先に。君気持ち今すぐ手に入れようか。但我想说中间也要那个。下面那铁板。三片。这样不会太厚吗？没，没。不懂，比你还没有很聪明。这样不好吗？这样。对啊，反正我还是要带上去啊。哎，你不要偷吃食材。哦，那我们好。可是你这样不平，它上去就会堵塞呀。风太大了。这个太大了，它只是要让它可以融化那样子。对对对对。因为我不知道你要干。是是是，那我干。这像在汉堡上面放一块奶油。真的要汉堡？你要摆盘吗？给你，我没有美学。你也没有美学吗？我们有美学的在牙齿痛。甜点我真的是。脆脆脆。还行。好笑。可是你这个不是甜的，不好摆。你要一次摆这么多啊？
是要把这个然后绕它一圈。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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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我没有想法
好优雅的吃法。啊，没关系啊，就这样吧。看起来还是有点样子的吧。沙拉有在这边，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想要怎么拍下去啊。哇，已经一个小时半了，好快啊！上面对啊，我跟妈咪说要放哪一个？要什么颜色好呢？好成功，怎么变吧？真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好了，可以开始报名字了。可以开始报名字了。米娜桑。どうして桜に似せてくれるよ。你要把那边拿出去了。那我把蜡烛拿起来。拿走我也不想。可以给他们吃啊。这样吗？嗯，应该不能啊。哦，对啊，它可能太软了，它有变质了。举手，好，等一下哦，先画几颗爱心。啦啦啦啦啦啦。嗯？什么东西？看不到啊，等一下要拿起来。好嘞，我来学一下啦。你把水果汉堡日本猪上路，这应该没有人要买吧？重点是每一次的那个
每次的制作都包含了很多不确定性，这是要怎么做一样的。今年终于天大 ，Nando。完蛋了，我不会拼保罗，还是我可以写那个就好了。我不会拼，那我就直接写保罗。九 N， 佩勋，我怎么都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啊？大家平常都潜水，多了好多我没有念过的名字。写英文，日超是不是？
还有谁？还有谁？跑去写粉丝，是我的杰，哦，是那个杰啊，哪个杰写错了？哦，对不起，我写错了，我看到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少根筋，我，对不起，我对不起你，ごめん，ごめん。我想说哪里写错，如果你说我杰尼斯宝宝的杰写错，我们小叶闪光星星，还有没有人？还有没有人？哦，谢谢卤肉饭，乌麦写的，嘻嘻卤饭，好厉害，我写下，我可以加一吗？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哦，我太早写下面了。哦，有，那个字变得好难写。撸到翻，撸撸，再写一次。这个好高难度呢。撸到。刚好我去睡了，这么早。
好啦，晚安。浪客，哪个浪客？好多人，哪有？我还觉得算少哎，还是因为我字变小了。谢谢丽丽，不费哦，不费妞。谢谢西西的雪花。还有没有没有写到的？手を伸ばし抱き込めた激しい光の川。谢谢阿轩的告白气球。未来のために夢。阿古字越来越美，哪有？那是因为我之前可能太小的那个空间，我好啦，我练字，对不起啦。耶、yeah!。嗯、对我不哭吗？啊，我来写一下。嗯，不错了。好难写哦。哦，变成新鲜柠檬。两颗柠檬都是三四月的寿星。Hey, what's up?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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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Hey, what's up? Come on, let's do it all night. Hey, what's up?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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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Hey, what's up? Can I be coming? Oh, I know you're not getting so long. ちょっと会ってないうちに見つかえるくらいルーチューが似合う女と呼ばれてたらね。水果斬機。ノーはまたポニーテールシュシュ。好，我刚刚我的那个啊，我的留言区会比你们的还慢呢。我的留言区会比较慢。你们不是我没看到，是我的会比较慢。Nothing, nothing, nothing. Hey, what's up? Do it all night. Hey, what's up?I know, you know, that's on my own. 会比较慢啊，而且它有时候还不会全部都跑出来，就是网络会有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但很常要回去翻才会看到差的那个留言。但多少没有看网络啊，不一定。思う暗いに君に
有妈咪点火，为什么妈咪点火？我点就可以了。为什么需要妈咪点火？我就可以点了。还有人吗？不然我们要差不多要唱生日快乐歌了。还有没有啦？还有没有？没有有有没有？啊，要烧自己，还好啦，要买。对啊。谢谢皮皮的红玫瑰，还有没有秀清？还有没有秀清？有没有人是看了我的预告才知道今天要办直播生日会才来参加的？因为我每次都不知道发了到底有没有人会来参加。没错，真是好。有没有人是看了我发的限动才来的？有是有，但没声音的声音吗？我来了，有哦。所以西西是没推我的那一个吗？真的有人，真的有人会看哦。我想说，感觉大家都，感觉大家都不会来。我们太快了，特别提醒了，这太忙了，辛苦了。防守防护哦，可以啊，可以写一下。好，为什么没看呢？但会有人看，有人看，有人看，我今天就知道有人会看了。这不是来了，炳坤是寿星吗 ？Hey what's up?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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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Hey what's up? Come on, let's do it all night. Hey what's up?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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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Hey what's up? Keep the beat coming up. I love you, love you, dance all night long.还有没有？不然我妈妈来唱生日快乐歌了。怎么了？哦，有写了，写了。只是我的就慢了，你不用担心，我会看到，只是我的就慢而已。谁才黑？那你可能要等，还要再多等几个月哦。好啦，那我们要来唱生日快乐歌喽，放我们的生日歌。杰尼斯爸爸，然后石原跟那个李家 Q 迪，哦，眼睛好痒。可以卖爸爸吗？为什么要卖爸爸？僕はその花を守る。我来。三外几个，是不是太好？我要按喽。我们先来念一下，博云哦，好，我写一下，因为刚刚没有被报到，写一下。好啦，那我们要来念有谁咯？三四月直播粉丝生日会，啪啪啪啪啪啪啪 ，Nano Dragon Simon， 我念错吗 ？Gage 莫婷手牵保罗 Joanne 佩勋 Oh my 阿
圈是红志宏玉超胖，为什么一家要 Simon 我不会念英文啦、啊、Simon ごめん英文不好ごめん。Sally 妮索茄子柠檬檬阿奇黑杰克旅罐西西卤肉饭出风度酷酷喵变成新鲜柠檬博成广湖博云哦小小皮哦原来如此改名字ごめん Simon好啦那我们差不多要来拿出我们的蛋糕了我们这个先放旁边クラスメイトが集まって準備しなんぞこっそり愛はすぐなら続いていいそれがあいつらみんな一緒に楽しい3、2、1、GO! ハッピーハッピーバースデー元気のキャンドルを芒果，水果汉堡，水果汉堡结束，生日快乐！頬に涙サプライズ。生日快乐！好，那我们再来唱你一次。好，然后我先唱完生日快乐歌好了。刚刚有唱名过一次，我们先唱生日快乐歌。就，好，我们关小声一点。一、二、三，祝你生日快乐！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嘿！祝你生日快乐，嘿嘿 ！Happy birthday to you， 嘿 ！Happy birthday to you， 嘿嘿 ！Happy birthday to you， 嘿嘿嘿 ！Happy birthday to you， 嘿嘿！我刚想到，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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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祝贺你福寿与天灾，我唱，祝贺你生辰八字，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dear my friend。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happy birthday. 接力的粤语我接得住。生日快乐！好，再念一次。Nano Dragon Simon。Gake 不停手牵保罗走岸佩勋乌麦阿轩世宏志宏玉超Sally Miso 茄子柠檬檬阿奇黑杰克旅罐西西卤肉饭出风度酷酷喵变成新鲜柠檬博成广湖波云然后杰尼斯爸爸诗源还有 Q 迪然后喊韩杰星思雅露卡布丁耶、yeah,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们还没有。叶白也是，叶白也是三四月寿星吗？我生日礼物没得送，生日快乐，快乐快乐快乐，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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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我四月，好啊，那可以写上去啊，还来得及，我们还没吹蜡烛。有啦，这次有感的比较多。就是，对，之前比之前多。快乐耶！快乐，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耶耶耶耶耶耶！好啦，那我们要吹蜡烛了，大家。我们要吹蜡烛了，大家可以先许愿，可以许愿。要吹蛋糕了，对啊，越来越满了，大家可以吹蛋糕了，先许愿再吹蛋糕，我们一起吹蛋糕。我先不要一直拿着它，但蛋糕就在这边，因为我怕我一直拿着它很危险，因为它其实地基没有很稳。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真的，现在真的是要大家健健康康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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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这个切了会崩掉，不要，不行啦，它会整个滑掉，你给我叉子，叉子就好了。许愿大家每天开心。哦，不用这个啦，这个。我说你。他这样可以直接来开课吗？可以啊，可以。嗨嗨鸡 ，Three, two, one, go! Happy, happy birthday！ 大家许完愿了吗？可以许愿哦，许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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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许愿。看起来很健康的汉堡哎。谁给我？坦克越来越大，接下来活动越来越大。第三个放心，第三个就是保罗要成为糖糖了。呵呵哩，涙が桜に渦。谢谢谢谢，掌声鼓励。下个月见面，我的指甲，做线指甲吗？大家生快，大家生快，这样说出来不就强迫实现？很适合夏天吃的汉堡，水果汉堡哎，而且是芒果，只有夏天才有。他必须做新的，期待期待。好啦，要吹蜡烛喽，繁星期待一下，没问题。要吹蛋糕哟，我们一起吹吧！一、二、三，耶、yeah! ！Happy birthday to you！ 耶、yeah! ，生日快乐！生快生快，把蜡烛拿起来。三块。涙さぶらにず。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my friend. 好啦。
切不下去啊，他根本是切不下去，好不好？好，我们一时一时先吃，我们吃旁边的芒果就好，真的切不下去。好，但我们还是仪式一下，来大家切蛋糕，看他切不下去哦，他太厚了啦，他一切整个都在动。耶，切蛋糕，封糖封糖，妈咪封糖。谢谢。切汉堡。好，我们意思意思一下，因为它应该真的是切不下去的。来，切蛋糕，耶！好，我不敢动它。我怕他等下整个歪掉。生日快乐！我们就吃一下芒果，代表一下吧。我的生日比我们的多。嗯。果然是芒果。谢谢爸爸的救救你哦！我蛋就比我们的多啊！这蛋糕超健康，我们先吃水果。碍于妈咪都说我不吃水果，所以我在直播上面吃给她看。妈咪都说我不吃水果，我在直播上吃给她看。快点上冰 Level One！ 谢谢黑杰克，对不起，我写错节了，我们。工作变多，我也希望工作变多。很多好きなんだろう、恋だけ目だけ feel了。只要困难，我也没有芒果，对啊，还好，这还好，没有很酸。好吃芒果，现在好像开始有芒果嘞。还要吃水果？没有，赶快吃我们今天的蛋糕。我原本想做厚松饼，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水果汉堡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变一变就变水果汉堡。感觉芒果还是要吃一块的比较有口感。谢谢卤肉饭，救救你哦！
流れるのは心を消毒してるんだ。強くなるで空を逃げ出してしまおう。啊，这几句我讲的算真的。Just get stronger。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夕阳的改变你看我的美丽。只有一瞬间，但就是蛮穿的。谢谢 Dragon 救救你哦。但我还是比较不太擅长吃酸。強くなれたら、そうきっと君にも見える。好啦，我们差不多来念榜了。今天是快乐的一次直播，今天是向外求助的一次煮饭。哎，泡泡救救你哦！耶！谢谢思涵君的你，谢谢思涵君的你，谢谢思涵君的你，谢谢钟颖的钟情玫瑰，谢谢博成的浪上野猪。你聊过的都是柠檬，柠檬很酸哎、欸。能跟弟弟一起庆生真的很开心，请未来的每一次都要跟我一起庆生。谢谢博传的紫谱的守护灵。应该是今年最后一次庆生了，什么意思？哦，你今年的最后一次庆生吗？再等四个月，每个月跟还是一年跟一次？可以的话，当然是希望每个月都跟啊。如果不行的话，那就起码一年要来庆一次吧。生日大家生日快乐！还有四个月，还有期待。我们这里有好多人入坑的时候生日刚好过。来，入坑的时候刚好错过这个企划的举手，刚好差了一个月的举手。我告诉你，有一堆人哦，整一堆人哦。一路跟车再整一年，刚好碰到。会不会刚好错过，然后结果就犯只犯丽丽犯十一个月，然后结果就不犯了，然后结果还是没有参加到生日。你是十二月几才犯？笑死！不会的，六月再期待一下，很快就到啦，刚好遇到。突然庆幸我还没过。耶！如果没碰到，也就是命了吧。好啦，那我们是不是差不多来念个榜？差不多来念个榜了。
这两个月是六月，对呀、啊，好快哦！今年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了耶，好可怕、哦！时间怎么过那么快？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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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好了，我要来念榜了，明天上了。谢谢九二的麦克风。哎呀，我要二十，我也没关系，我也二十了，我也要二一了，好可怕！这什么世界？太快了！我还要再当只有十八岁的可爱小妹妹。噔噔噔噔噔，谢谢静的戳戳你。キーナオバラ思い出せて触れた。先完了，好的，生日快乐。好像念榜了。願を止めてそういつの日があって念榜念榜。言葉忘れないよ会いたい時に会えない、会いたい時に会えない、切なくてもどかしい。第一名是数学课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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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一名的数学课本，谢谢。可以叫主播吗？有没有？今天会没有炸掉，纯粹是因为妈咪帮了很多忙，不然只有我的话，那是绝对炸掉的。七十二月，你的姐已经买票了，不辛苦不辛苦，能看到大家都不辛苦。谢谢第一名的数学课本，谢谢，谢谢数学课本，谢谢。第二名是 Dragon，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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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是要大家平安有的大狗不帅帅总是关于弟弟，关于可爱的莉莉。耶，谢谢谢谢第二名的 Dragon， 谢谢谢谢 Dragon。 第三名是幻影战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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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谢谢幻影战士，莉莉做他不是舒芙蕾了，最近梁思远同学就是要请出去，请出去，并不用疏散好吗？不会炸掉，谢谢谢谢谢谢。第三名的幻影战士，谢谢。第四名是钟莹，谢谢钟莹。水果汉堡，你看看他吃东西是不是饿？对啊，我没有吃东西。等下就可以把这个水果汉堡吃掉，虽然它看起来很 heavy， 对，水果太多了，太多了，好可怕。谢谢第四名的钟莹，谢谢谢谢钟莹。第五名是思豪，谢谢思豪。那我就很喜欢弟弟跳跳的快乐，那我呢，真的辛苦了，不会辛苦了。发现账户有折价券，再买合照券呢？意思吗？再买更多跟莉莉的合照卷，是吧？思豪，你应该是跟我吧？还是你现在把蝴蝶结摆在前面，是比较想跟涵涵？好了，可以了，跟涵涵可以了，但还是要跟我啦，两个都要啦。谢谢第五名的思豪，谢谢谢谢思豪。接下来第六名是泡泡，谢谢泡泡。哦，生きること，哎，说什么烂烂的？我在说什么烂烂的？
好，没关系，等下再弄。扫行程的快乐，快乐！欢迎小心小心，放手让小心小心。这个我要怎么？这个是要怎么回？小剧场，小剧场，这还是要看自己怎么想吧。我小剧场很丰富，但我也会适时的让小剧场出现，它只会出现在对的时间点。对，我的小剧场是这样的，但我不知道别人小剧场是这样，所以可能要问问看别人的小剧场成怎样。但我就是它只会在出现在对的时候，如果工作的话，小剧场就不能太多。对，因为我需要好好的把工作做好。对，我只有私底下比较放松的时候，我才会小剧场很多。耶、yeah!谢谢泡泡，谢谢第六名的泡泡，耶！第七名是霸王，谢谢霸王。天使制作呢，迎接的五月到来吧，耶！天使制作，这已经是甜食啦，虽然它是水果汉堡。不行，这煎真的太浓，到底为什么最后会变汉堡？傻眼！谢谢第七名的霸王，谢谢霸王。第八名是阿 Q 啦，谢谢阿 Q 啦。接下来呢是，请敬请期待栗子的大厨房，我们下次见。大家是外星的栗子，耶！有人因为这个企划入坑的吗？有没有人因为生日的企划入坑？有没有？谢谢第八名的阿 Kira， 有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下。如果你因为这个企划入坑的话，第九名是林果，谢谢林果，感谢飞碟妈咪又收获了你家厨房的安全，真的哎。很多小孩，这次就写满了吧。我希望未来可以到写不下，对，写到只能写名字，不能写什么直播生粉丝生日会啊，然后就是写到满到没办法写成员啊之类的。希望未来有这样子的一天，耶！谢谢第九名的林果，谢谢。第十名是乌麦，谢谢乌麦，嗨丽丽，没办法。就和天皇生日一样，小鼠。谢谢弟弟，不会你哦。我就问找人了。想想钱，想入坑的关键。那请你要躺在坑底哦，乌麦。神吹弟弟，并且躺在坑底。谢谢第十名的乌麦，谢谢乌麦。第十一名是 Team， 公园有看到你的熊耳，有啊有，你一直讲。放那个熊耳，我有看到。有后比较后来才发现，你有跟我一直指，我才有发现那个熊的。因为就是灯光比较暗，所以其实有时候会看不太到。但你有是跟我说熊耳，我就有看到。可爱可爱，雪莉梅，谢谢第十一名的 Team， 谢谢 Team。第十二名是 Lu 老板。谢谢鹿刘凡 ，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第十二名的鹿刘凡，凡，谢谢鹿刘凡。第十三名是黑杰克，谢谢黑杰克。什么可以合照吗？什么跟什么合照？你说跟那个蛋糕合照吗？先不要。而且没炸厨房炸掉我就要自己清理了，对，还好没有。谢谢第十三名的黑杰克，谢谢。第十四名是博琛，谢谢博琛。三年收钱完了，再看看 cover 舞蹈，我们再看看 cover 舞蹈，我们就再看看。有空的话会去尝试看看。谢谢第十四名的波琛，谢谢波琛。第十五名是 Joanne， 对不起，我喜欢栗子了，谢谢 Joanne， 耶！不会，有空再来看我就好了，你也辛苦了，辛苦了。
还是有空还是可以多多来找我哦，直播也可以多多留言哦，耶！第十六名是 CKU， 谢谢 CKU， 谢谢 C 酷里 MK， 谢谢，耶！金鱼力，要再长尾巴，坏坏坏！求真的白板笔，真的哦。叶神神刚刚对外不开放参观，没有加厨房现场，可以补档啊。刚发的现实案例，别人哇，帮你都开始讲，还是你有没有考虑要开一个？就是追星专用，大家应该都有分私账跟追星专用，你也可以开一个追星专用，这样对。十一月のアンクレード、今でも離せない。君にもらったあの日の二人のシーン。さよならにこんにちは。僕を優しい人と请出白板家看你躺着买大白板应该不会有这一天第一次去看你觉得如何你觉得如何场地好近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下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啊金牌的金碗棒，谢谢 Bonnie。追星账比原本的账还要常用，真的哎，感觉都会变这样。正中间，原本账号你快被我遗忘了，是可以再开的。全账基本上是飞，往往都是追星账在发，大家好像都是这样耶。然后就会追星的时候交到很多朋友。Yeah.我已经播了两个半了，那我们就我这边的时间两个半，我们就准时下播哦。还是要再聊一下，好了，再聊一下。很满不会空缺哦，原本账号都长草了，帮你们除草。写生日歌要请别帮我写，真的。还有真香台以前很近哦，未来要来再来啊，然后举我的扇子。然后把我喊空，只可以推我。然后朋友就要分人开，真的，这是一对真心朋友，这种距离都要六七千。然后其实也快了，真的，也蛮累的，好累哦。每次这种企划都特别累，还会约线下。来一次赚七次，还不多来几次，真的，多来几次，人家你这样很色，可以跟我打招呼啊，这样我们再分的。原账会被想起都是 IG 一直乱跳通知，为什么会乱跳通知？在厨房心累吗？对，那个连后置还要说，就觉得有点心累。根本没用，根本不会，没爱吃上小时，今天很开心，谢谢 Nano， 怪你真的胖你，对啊，我每次都会进步，所以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而且都胖了，我觉得可以跟粉丝朋友吃饭很开心，就是谢谢一纯的小鸡凤凤，对啊，可以就是互动，就是可以不是互动，就是可以跟。朋友聊自己的推，你怎么都没发？殊不知都发在别的账，就叫你正常哭泣都听得到。鸡下次还要再来吗？很幸福，幸せですね。他旁边坐女生，不然会吓到大家。家人们怎么都没发完？
知道，来吧哇！好啦，那今天差不多到这边喵，大家拜拜喵。真心朋友比教学同学还疼，笑死！大家辛苦啦，拜拜！想跟狐狸一起去，一起去啦，一起来，一起为莉莉喊空。大家拜拜啦，帮我们下礼拜，下礼拜。下礼拜，下礼拜，下礼拜好像是一二哎，应该吧，应该吧 ，maybe 大概吧，大家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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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一二吧，拜拜。